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又到了十一长假，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自驾游出行的计划。跑长途跑高速是最考验车子质量状态的，不想让你的车子高速长途的时候抛锚出现故障，那以下这几个方面我就建议大家自己动手一定要检查一下。今天我就手把手教大家应该检查哪些方面，怎样去检查。今天我们就拿这个老款的 CRV 给大家做个讲解。老司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车辆有五油三水，但现在五油三水啊已经淘汰过时了，因为这个现在车子电气化程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这个五油三水就不适用。但是首先第一项机油还是要检查的。这个机油呢检查起来比较简单，就熄火状态五分钟之后，你把车辆停平，停在平坦路面上，就可以拔出机油尺来看看这个机油的量。机油尺看起来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啊，这上面有网格，网格这头呢就是一个上限，下端就是下限。正常机油量在上限和下限中间这个位置靠上，不超过上限就属于正常。它这个放时间比较久啊，可能高出上限一两毫米，但这也属于正常，所以说也没有问题。那这呢就不用担心了，跑高速的时候没有问题。如果这个低于下限呢，或者说低于中线中间这个位置往下一点，你最好是加一点。就跑高速发动机的转速比较高啊，有些车子呢尤其是老车机油有损耗，你到时候机油如果润滑不好的话，对发动机来讲伤害比较大。然后呢第二项就是这个刹车油，刹车油检查起来比较简单，这个就是刹车油油壶，它有个油壶上面都有刻度线，这是一条上线，下面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MIA， 它就下线，也是在这个正常两条线中间位置就可以，这个刚好就在中间，所以它也属于正常。然后第三个就是变速箱油，手动挡变速箱呢是没有观察孔的，所以你也不用检查，只要不漏都没问题。自动挡检测起来也比较麻烦，很多你不专业你也不知道怎么检查，而且还需要打着火，所以说这个变速箱油只要你不发现它有漏的地方，它也没有损耗，正常它是不会少的，你就不用去管。然后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这个防冻液，也就是冷却液。冷却液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水箱上有个盖子，顺着水箱这个盖子往这边找，能找到一个副水壶。咱们检查千万不要打开这个盖子，这个盖子压力比较大，而且有些你装的时候装不好，它容易漏水。咱们只要检查这个就行，这个上面也是有刻度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上线，下面呢就是下线，只要这个冷却在上下线中间就可以。拿个灯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能看到这个冷却在刚好正中间位置，那就不少，不少的话散热呢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对老车来讲啊，这个冷却一定要及时检查，因为发动机高温的话对发动机的伤害也比较大。然后接下来有一项也比较重要，尤其是对一些老车，因为这个车子一老啊，这车上的很多水管油管之类的比较容易老化，你跑高速的时候是非常考验这个车辆的一些水管接头的，因为长时间高速发动机转速高，水温高，温度高，这样的情况有些水管承受不了压力就会自动爆裂，到时候就可能抛锚。所以咱们呢可以自己动手看一看这些所有的水管，用手这样晃动一下，看它的弹性如何，有没有比较硬的状态。另外就是看看这个水管接头有没有出现渗漏的问题，可以捏一捏这个水管，如果比较硬啊捏不动，那就是管道老化，最好是提前换掉。包括这些油管之类的，还有这是暖风水管，都可以检查检查。尤其是一些德系老车，像什么奔驰宝马大众之类的，车子一老水管特别容易高速爆裂。咱们有些朋友们自驾游去的地方比较偏僻啊，所以这个电瓶啊一定要自己检查一下，因为你在野外如果是没有电打不着火的时候，也没有救援，那就比较尴尬了。一般的电瓶上都有观察孔，这个车呢被观察孔被这个支架给压到了，所以说它看不到。我们找一个新电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检查起来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这个位置，它有这个观察孔的指示标示，就是什么颜色代表什么状态，良好需充电，白色的就更换，这个就是观察孔。我们看一下，现在里面是绿色，绿色对应的就是良好，如果是黑色的话就是需充电，估计这个电瓶就不太好了，就最好是换掉，白色的话就不用考虑，直接更换。那里面还有最后一项也比较关键，就是发动机的皮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发动机皮带，这个皮带跑高速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出现断裂的。这个是皮带的背面，一般背面你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主要就看在这个正面，就是有这个梯形槽的这一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皮带上方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小裂纹，像这种情况的话皮带就要换掉，你不然跑高速的时候它可能有可能会断掉，断掉以后它带动的有发电机，有些有水泵，还有这个压缩机，那你发动机也可能会高温或者不发电，电瓶电耗完以后车子就要熄火，有些甚至方向没有助力，所以比较危险。最后一个我们自己能动手检查的就是汽车轮胎，因为这个底盘呢需要这个设备，所以说咱们自己看不到。轮胎主要就是检查一下外观，尤其是这个胎侧没有起包，没有一些磕碰，磕碰以后呢没有漏这个连布线，
一般呢行驶起来跑高速是不影响任何安全的。另外就是这个老化情况，老化的话只要没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裂纹，深度超不过2毫米也不影响。花纹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车子，每一个车子上都有这个磨损极限，只要到不到这个位置呢，你跑高速它也不影响。但是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气压，还有就是气门嘴。气压的话咱们一般呢找一些补胎店都可以这个量一下，测一下气压，一般2.5左右都可以，家用车都是这个标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气门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经常被大家忽视的一项啊。从外观看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这样看，看到没有？这个时间比较久啊，一般超过6-7年的老车啊，这个气门嘴都特别容易老化。这个也是一个漏气的重灾区，所以发现这种问题啊，一定要提前更换。这个东西也很便宜。汽车在跑高速的时候，车速快，发动机转速快，所以对于每一个零部件的要求都比较高，特别考验咱们车子的状态。所以咱们即使是刚保养完做了全车检查，在跑高速之前还是最好自己动手把车子整个一些能检查的地方通通检查一遍。好，朋友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感谢朋友观看，请关注小韩，再见。